韩式的炸酱面，是因为现在前面这位妮亚，她是我们采梅医师妹妹的朋友，她是韩国人，所以等一下我们来，哦，我们就这样录，等会来吃韩式炸酱面。你这样看看得到哪里？可以看得到全部吗？没有，就是看得到他们两个。哎、欸，你跟那个小妹不是，就是等一下会有菜哦，应该会可以，可以啊，看一下，你可以提一下韩式炸酱面，对吧？哎、欸，有锅炉要炒这个，哇，超赞！手机哦，你要什么？手机哦，假装拍照哦。他这个照片，你上面你用手机比较好。感谢你啦。감사합니다. 감사합니다. 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我们都照了好几张，你们挑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好鲜哦！超鲜的。对啊，超鲜的。是。哎，我不知道它还有这么多料。快，咻！被拍照好了吗？拍照好了。好 ，OK，OK。拍照，拍照，拍照。嗯，好吃哦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拍的，哦，这有点像海鲜的那种炸酱面，好赞！我要去洗手，我要去洗 ，I need to wash my， 好赞！看一下。看一下你拍到吗？帮我坐这，因为我怕你那个太小位，因为你是左撇子。哦，对。啊，他们都这样子。哦 ，thank you, thank you。对。哇，真的是不好意思。China one, right? Yeah. 是吗？什么？问他。什么？
就不是大那个中国的，对吗？是中国，我是越南。No China one, right? 下吗？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我之前吃的面呢、啊。不是，好像不是这种面，可是味道差不多，味道差不多。OK， 是这样 ，OK。The taste is almost the same. It's a Korean taste. 嗯，不是这种 noodle。Not this kind of noodle, but the taste is same. 嗯。You cannot eat like China like this. 嗯。嗯。你有买到那个减肥药吗？没有。后来我们没有去啊，他就问了药局。那天问药局，他说在哪里买那个小蓝水，没有吗？没有。他没有讲，他说他是新人，对不对？嗯。Is it spicy? A bit oily. Not too much spicy.你看他写 tourism 的，应该是观光局的认定之类的。前面有一个。这个还没有啊，这个等会看一下，它分的时候看一下。This one is spicy. 这好像很辣。这个有一点辣。对。二分吗？喝水。哦。OK。